我们现场呢立刻回到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话题啊。那因为各方意见，我们要让施延祥部长呢有足够的可以回答的时间。施部长，我想刚才大家很多的指教，那这边我还是讲两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再生能源这件事情，政府的承诺不会改变，我们还是会朝再生能源条例所谈的要发展到650万千瓦到1000万千瓦的目标去前进，这个不会改变。但中间很多选项，包括太阳光电，包括水力，包括风力，包括海洋能，包括深圳，都在选项中间。这边有一些配套我们一并来做个处理，这第一个报告在那边。那么第二个，我想文献对于这个临边的这些灾区的这些情况特别了解，也特别关注，而且也强调这具有示范的作用在那边，也对整个国土富裕有它特别的意义在。那这块我刚才也强调过，我们会做特别的一个处理在那边，来帮当地的灾民来做一些处理的工作，这点我们会努力来做。那么这是第二个报告在那边。第三个，我想必须再跟大家所做说明是说，当大家听到说把它从一个签日改成完工日，听起来是比较属于专业性的东西了。不过我再三的跟大家做说明一下，当时也许定的时候签日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在那边，但已经知道了应该完工日比较恰当的情况之下，我想我们做了一个相当痛苦的决定，把它改成完工日是这样来的。而且刚才提过完工日世界各地大概都这样做。我简单报告一下。邱景，我跟他报告一下哈。别的国家可以用完工日，为什么？像德国呢，我们有8个步骤，人家前面6个步骤都是不需要去申请的，他们只有这个最后2个步骤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步骤太繁复？太繁复啦。所以为什么当时要用签约？就说因为你走到这个3/4的时候，我给你鼓励，就像刚刚文倩讲，我们鼓励再生能源。第二点，刚刚部长讲30亿哦，为什么部长应该告诉大家，同时告诉大家，我是从那个台电的网站上拉下来资料，台电今年从1月到11月花了2143亿在买燃料。若我们台湾有更大比例的再生能源，事实上台电这些都可以省下来。他的问题啊，请部长回答。他说欧洲呢是用完工日的原因是，他不像我们行政程序的申请如此繁复。我这边稍微做个说明，不止欧洲，韩国也是用完工日。韩国可能也没有像我们政府这么无能吧。我再报告下去、啊哦、我再报告下去。我了解，可是他我相信了，可能全世界有非常多国家的完工日，几乎都是。可是全世界可能很少国家像我们要盖那么多章，会不会？这个是第一个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像欧洲，因为基本上没有公营的电厂在那边，我们是有公营电厂，所以的确没有错。我们程序会比较琐碎啊，这是一个事实在那边。那怎么办？不过这跟国公营的一个机构是有关联性的。这第二个报告在那边。那么第三个，程序的简化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。程序虽然是国营，程序是一定要简化的。那这跟刚才讲的，把它做完工日跟签日基本上是不同的议题。所以你们应该要做程序简化。我们一定会去做这个事情。那现在大家争议是说，到底应该不应该完工日？我想这是一个经过充分考虑之后所做的一个改变，我这点我比较做个说明一下。因为我们台湾是单一电网，比欧洲单纯很多。照理讲，我们的手续要比别人更简单，别人是好几家民营电厂。对不起，我们中华民国是任何机构都很多复杂的程序。有一点是部长应该要考虑的，就是说签约日跟完工日到底多长啊？哦，签约完工日如果是3个月4个月也就罢了，搞个2-3年那就差很远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跟行政程序有关，以台湾的行政程序所以搞很久，如果台电又想刁难的话，刁难死你了。所以这点部长可能要一定要想办法缩短的。请问一下这个县政，您会有什么看法？从光电业者的角度，我觉得国内的一个太阳能来讲，它现在转换率还是相当低，所以大部分全球都是靠政府在补助，因为它的转换率都顶多在20多甚至18左右，所以它的成本相当高。你如果没有政府去扶持的话，这个产业一定垮掉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台湾的太阳能产业其实它已经相当成熟，在全球我们是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产业。那未来的趋势都是百年大计，是为了子子孙孙。刚刚郑立伟讲的非常好，沃尔玛明年开始他要推一个绿色标签，绿色采购。对，最近我们有一家叫广达，花了3000万哦，台币3000万，把所有上下游1000多家的一个供应厂商下游的，通通去做一个检查，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卫生检查一样，然后整个每一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做一个详细的报告，然后未来它的产品才可以贴上那个标签。那你一贴上那个标签，你的产品才有价值。哎，部长，这是一个趋势。
部长，我待会儿要播广告给你看，我今年是听你们经济部能源局，我一毛钱都没有收，帮你们拍了一个环保吊装的广告。谢谢。我希望你们真的把你们的节约能源，不要让我们所有有心的人最后是一场失望。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谢谢大家的努力啊！我们今年能源效率哈、啊，就每一年排放多少的这个啊，需要多少能源，这叫能源效率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目标是每一年效率提高2%。不是，他刚才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的台电呢、啊，如果不进行它的整个火力发电的整个结构改革的话，台湾所有的产品从2014年开始，沃尔玛启动了绿色采购，你都会没有竞争力。然后我已经讲了一个事情，就欧洲已经开始，所以华硕很早就做了。那现在是连沃尔玛，因为沃尔玛是最大的市场。然后它的差别呢，以我华硕为例，华硕是它老板是不吃肉的。他的员工是不准坐电梯，不是不准，几乎不允许你坐电梯的。然后他所有的整个餐厅呢，都是以他附近的所有叫 food mileage 就食物里程来计算，他什么东西都是第一名，他就加上比较高的电价去买干净的电，买不到。不是，结果最后呢，他就是加上一个你家的台电，我们家的台电，最后他变成在世界上变成第五名。对啊，我就说他愿意付比较高的电价去买干净的电，可是他在台湾买不到嘛，除非他离开台湾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进广告，谢谢。